苗栗中油探勘处三名员工和两名外包商中午前往苗栗后龙溪出海口进行工程验收探勘时，三人不慎遭到海浪冲走，其中一人自行游上岸，两人不幸罹难。新北市新店永保安康大楼气爆灾害第八天，今天社区举行吊唁仪式，副市长侯友宜也前往上乡。目前新兴瓦斯已经和59户达成赔偿和解，但仍有13户没有共识，传出住户内部出现了不同声音。金管会再出招，针对近几年保险公司最畅销的利率变动型保单，祭出两项新措施。第一个是限制保单前10年不能现金配息，也不能账上升息；第二是提前解约，手续费至少要收6年。法国导演卢贝松来台拍摄的新片《Lucy》20号上映首日，全台票房就达新台币3800万元，创下8月开片票房新高。《Lucy》整部片台北场景露出时间长达50分钟，包括有中华民国国旗、鼎泰丰、台北金华酒店、台北101等地标都有入境。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